警告，本视频耗时27小时制作，共计16分钟。辛苦辛苦辛苦！你直接是从这边开车过来？我买火车的，买不到票了。哦，那从这里开过来，10个小时，1100公里啊？8900。8900公里，两个人开的这个10来个小时。那是但是嫂子也会开车。嗯，拿了一大堆过来，我再看一下。那你这么多年买下来，应该买了不少。对，这个还能做的什么？它这个有点底色，下面就是。那跟打视频上打起来那是绿的。也没有，就是底色。看着就像绿旗啊。对对，就有点底色嘛。这个如果它单切下来也。重了。不是很值钱，一整个然后不动它上面这一点，它可以做一个办公室那种案头板，做一只经常或者做喜欢的小动物。我的意思今天拿过来这些挑一下好的，说值钱的那我就做一点，不值钱的就先不做。可以。像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个界面可能应该先。这个料子显加力啊。对，它这个显绿其实就是。还有这个小的，这个能不能做？这个要慢慢切开。你要是说做界面，它是有点不行，它肿啊，色都不够。然后你看这边面上有好多裂，镜头可以看得清楚吗？是白白的。对啊，这个可能就慢慢切，可能有的话也是做点小耳钉什么之类的，界面可能就做不了。这里中间有一大概，中间这两个，这一溜应该可以。嗯，然后告诉你，你看这里还有裂是吧？这条裂。然后下面这里还有一条裂，看到？这两条裂中间的。切切看嘛。确实没什么用，侧面我们看侧面这样，我就是说这一方能不能给它取代掉这个？它这边有这个裂缝，因为这个也是黑线嘛，这刀先给你大刀切一下。枪来说，裂还是比较多的，全都是裂，那就看这个位置了。裂肯定多些，看看你能不能取得点东西。对啊，它这边也是有一道直裂在这里的。全堵的石头很难看出里面有什么东西的，这都是裂的。外面看就两道裂，中间它隔路，我看着我的应该是肉。就上面这一点，因为它一刀裂，就里面了。对啊，很明显，它这个隔过来就这一刀。做个小数据可以吗？这还有啊，还有好多裂啊，这一刀切下。就掉这一点，就整个大，主要就只要这一块。那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大洞？没有，有裂有吗？就这一点，这里还是有个裂的，我还暂时不动它。就是要做点那种小小小的那种。这个它里面夹白跟夹棉，还有很多小碎裂。这个只能是把那个皮扒开，然后看看。就目前看不太理想。这个肉质的比那些都要细腻。这裂能够进去。那要切开才知道啊。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是拿来切一下。这里的颜色还不错。这里还有这边，这里一丢丢的都能用。这边不太能用，这里的话要切开看看。是有一条裂，然后这个比这里还要好。对啊，那也是，那肯定它也要好很多。这里的它就化的，但是它肉质。对，没错，肉化的好。这个种子好，这个色不错。那先沿那道裂让开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化。要切吗？切就沿着这个裂嘛，这大的先切一个。先看有没有化。这温室的话，你这个应该是表面一层。大概率是没有的，它没进去啊。显下喷都没喷过了，它就一点点。这个如果你还用的话，我个人建议还是不切的。整个对，整个上面浅浅浇点东西。现在应该就是先磨吧，先按照这点有粘的地方先磨一点点，慢慢看一下里面有多深。就一层的话就它是显，这是黑显，而且这个色它没喷出来，它就喷一点点。进去了就很牙了。对，没有进去。它是喷多一点点出来就可以了。没出来。其实这个我估计也有一点，可能转的也没那么好。嗯，没那么好。你今天来了，您就在这里跟厂长慢慢切说。等一下，如果是说石头太多，你跟请个同事一起切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把它带过来挑一下哪些好的，就如果这个就不料不抵工就没必要做了嘛。不做了嘛。这个就普通就不要做。那都是一般的，这个肉好像就细。里面有色花，已经堵了，那个角上这里有点色。这个是肉雏，但是它肿够肿老，这做东西就好。肿好像都还有点老，肿很嫩一点。这个肉雏啊，这个肿也是很老，还行吧。那个老，它这个肉比那个粗好多。这是你自己挖的吧？都是我自己挖的。皮子是个好皮子，这是墨西沙的皮子。对，嫂子，它这个不是虾母。如果男人呢，他有一些自己的事情，就是说他的爱好不会损他的家庭的生活质量，是可以玩的。他有可能不玩石头，可能去玩别的呢。因为有点种子
水合适的，不够还是稍微普通一下，都是这种一点一点长黑一点，唯一好的就这边这一点，是不是等一下再试试看。也可以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这个裂啥？这样看好像是墨西沙的哦，然后它这里它的皮有点粉，这种皮有点粉呢，它的肉大部分就是那饼滑饼滑，要怎么形容？嗯，要怎么形容？反白反白，就是种不是很够啊。不过这里这样看，这个种是够的。肉是真的很细啊，这个就是好像我感觉是那些烤的。是的，这个起货它的效果比这个好，但是各有各的味道。这个肉是很细，就是平时您是懂料子的，很多人上门来他都分不懂肉粗肉细的。这个是有点蓝啊，这个跟那个又不一样了，跟你那个油青又不一样。那打灯是不是一样？这是蓝，这个有点走水肉粗。哇，这个要是大件，它也值一点钱。这是个后江的食堂。嗯，对。那常常你切的时候，你要看我们一向来的原则嘛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不要做，坚决不要做。还有一个就是客人上门来了，所有的食堂都要补刀。嗯。这就是它这里有点娃花黑，对，它就是肉细，但是做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散开。那不可能，那怎么可能散？那一坨的也就不好看了。散开是实，这个是真的是露出一裂多，真的是黄黑的。散开来的是那一种肿很老，感觉是有化开的迹象，这个肿不够老，所以没什么机会。哇，裂好多，这个裂很多，而且我看这个肉我感觉会粗。粗，您是懂料的。最好的是像这个，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到这个直接看嘛。这个黄粉这么是那个比较那个。这个好像不是翡翠，这个应该不是翡翠，应该是凉水。凉水，这个石榴石。不是翡翠吗？应该不是翡翠，这个是水盖铝流石，现在还没有鉴定。你这个买多少钱？买的是不贵，水盖是全是包起来的，包起来我自己给他。水盖铝流石它是比这个翡翠密度还要高的，比翡翠还要重。我们这个是最好的，这个不称一下去做一下鉴定，做一下鉴定就知道了。这有一小粒的，要。一小粒拿进去，还是这块出来了，这掉下来。那拿那一小点就可以了。小点没关系，这一小粒的啊，这个肉是很细。嗯，它要大件，如果像这么裂，你要拆出来小小的话，它做出来就没什么意思。大件，大的我估计你们裂的感觉裂比较多。后江的石头它也是裂比较多。生态后面这些都变种了，好的话就只有看上面的位置。这个位置是没什么用，这个是刷子吧，最好的还是这个位置啊。这个是那种灰灰的油青底，我都看着黑乎乎的，我都看不懂嘛。但是它这个料子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的黄多，它这个料子做起来就很漂亮。我的所以说下面给我弄了一下，我看见有黄，我就不弄了嘛。他说不会不，因为它这个种是够的啊。如果你单拎这些来做就没意思嘛。你的厂长他会去慢慢的拆，这个种就嫩。这个肯定种不好，这个还不如刚才那个，还不如这个好，那个种还。没错没错，它确实是这样子，现在对比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个裂没有，而且是反正就是绿的比较多。它这个是没有种水的，你这个是有种水的。这个抛不出光是吧？它也能抛得出光，看得出来。那么亮。亮是因为我们的种比它老，看起来比它亮，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你这石头买了多少年了？这个比较普通，不可能切出来。它的破沙了，这个也是看得到破沙了。为什么打灯它会这么好看？是因为它这个皮薄，然后也有开其他的孔，看打灯就感觉特别好看。这边是有点脱皮，有点明显的，但这个种是比明显要好一点点。这些位置都是那种脱沙的。脱沙感觉，这个料子不可能脱沙，就这种皮它不可能脱沙。这里都基本上这种皮就没了。哎，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那我涂上去的。哦，你涂上去的。我听他们说，那种好的，他说这个涂上去就会映射进去了。我一看，这个这么红呢，这个料子就很特别了。理论上，这个跟刚才那个油青的这个油青在哪里去了？你这个油青的种比这个油青还要好一点点。这黑的也是油青。是的，都是。它做出来也黑的吗？灰灰的啊，就跟这个表面一样，灰灰的。做出来也这么灰的吗？是的。我以为我都做出来跟灯打下这样就好看。看这个位置呢，你要是切薄了，可能就没那么灰，可能就会翻白。这个玩意的吗？这黑的，不是不黑的，这是满绿花。灰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看着我的底脏。灰，对。脏，就是说切出来，我这里面会不会一样的？我感觉可能会一样。那切一切。
灯都照不出来。我最看好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做一下鉴定。如果不是，那就扯淡了。有些人他在卖也不知道。这个如果是黄翡的话，那就很透了，这个黄翡就很难得了。可以这么说，不是它这个如果是翡翠的话，它的肉不是这种感觉，但是我又描述不来，就是我们经常在做，经常有接触到，所以看上手，虽然还没鉴定啊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有90%以上它是水钙磷流失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山上买，看到这样子，我们都会跟他们说好。他说你以前的皮也是，然后这里有一点丢丢的。我知道，它也在翡翠矿区出现的。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。这个本来那个灯光下是很好看，所以说人家灯下不光玉嘛。我自己一给他那个皮一扒下来，我说这么黑的感觉不对了。然后这个颜色打灯的路也细的，它是有种水的，这个比这个要好一点点。这个比这个还好，我觉得这个。每个看法不一样，你这个是整个都扒完了。对，这个其实就这么一丢丢，不知道有没有用了。肿嫩，这个理论上跟拿到第一块那种意思。你看这打灯翻白，它这是抛光，抛光，然后你看这里还有棉，这个翻着白出来。白的地方。这种料子，说句实在话，这一面我们是不建议做，要到时候看出来这一面怎么样。翡翠它有一面差，有一面好的嘛，这一面好的话，倒是可以建议做一下。这也是个后江的时候，蓝春底就是没什么种，这种要是能做手镯也是这样。这边我说毛弄的感觉很娇嫩，它就是有点水，它没有什么种，但是这种做手镯就漂亮。好，我想到说这里切片，这里给它做个平安扣。这是百山桥的石头，这不是圣地吗？我在白山桥那里住了好久，这个肉粗，有淡春底，裂痕的。切一个可以手镯？没有，没有手镯的。你的手镯没有了，你的下下，它没必要转太普通了。这个如果料子完整，打珠子是不错的，珠子打出来它有淡淡的底色。对，我刚刚这个有点偏上蓝，有一点晴顶嘛，它就没那么灰。这样对比能对比得出来吗？一点。那先生您看，你能对比得出来吗？这个是不是白一点点？颜色深了。对。所以说我搞看不明。这个可以做珠子，这个我切的能做，那是无字牌差不多就切了，如果不能做就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个、没什么用，品质不够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做无字牌都是用好的料，品质比较高一点点。当然也有人做批量，这个做出来没什么效果，浪费钱。那就切了。那厂长，你去拿个篮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工厂就在这里。接下来厂长会跟你说这个料子能不能做，你让他拿就可以了。我能拿。它只是角度上来说，还是没必要去做它。但是种太普通了，就是说能做，但是它有点腼腆，没多少意思。对，没多少意思。那像这个就是豆底，有点裂了，不然打珠子，或者是说找好一点的位置。既然是豆，做一个豆子也可以，但是也是那种品质一般，相对来说普通。这样看的话，您这些大部分都已经都搞不了。那外面那些也不用切了吗？大概率应该是这样，这部分都是稍微偏好的那一部分。看到我的这个裂了，切就这么丢丢的，对，就一点点。但凡像这么大的话，那就不错。它这里还是这个裂。我刚切的时候就想着，有出一个绿兽戒也可以。其实。可以这样做一个小小的小金蝉小貔貅，小貔貅先生小戒指来戴还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个色种水还是可以的。多大？有女戒了吧？女戒嘛，女士嫂子戴，嫂子戴就合适，刚刚合适。先签一个，然后上面这一点的话，还是稍微普通，就先不要管它，切这一点。这个这么大一个，就切这么点了，我靠！是的，有时候都是这样，玩石头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像这一些，我以为我说最起码中间那么深，应该会能进去的。然后像这一部分，你看，像咱们切开的，像这个，它后面都变种了。这边种水好一点，但是也是很普通东西，做点瓜什么的话还可以，瓜果豆简单的做一点，像这个也可以做点东西。这个是水头还是有，这个位置稍微差一点，这里还有一道裂，如果要做我们还是要切开，简单的素面还是可以的。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片，这片肉粗带点裂，但是这个有点涩，到时候我们压一压，简单做点东西还是可以的。其他就从我角度上来说就不建议去弄了，包括你说要做这个平安扣的这一个也是没太必要的，因为还是有裂在，出不了平安扣。这边有一道，这里有一道，我的外面看着是一点裂都没有，这个就更没希望了。对，这个板这个颜色能做，没必要。这个而且其他的，你看要不要切？这个你看有没有？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切，我就不切。那这个我干不要切。如果你要在市场做销售的价值，它就不大。如果你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话，可以去做。
自主代理要烧之前的成本费。那也是。然后这些你看要做还是说怎么做？你说可以那就做了。有一些像这个还要再切一下，到时候安排设计。你看到吗？